2020年的最后一天，今天我们要前往剑湖山直接跨年。请问这一件是？我本来以前买的时候也觉得应该不可能会有一天会用上它，没有想到就是今天了。超冷。历经了3.5小时，我们现在抵达了剑湖山世界的园区内部，然后在我身后就可以看到类似于云霄飞车的管子，好可怕哦！唱完以后就可以去坐一下哦，坐到跨年，直接飞到2021。因为我们也算是提早到了大概半个小时吧，所以刚刚稍在停车场休息了一下，然后现在准备要去彩排的地方。像空气中呢是弥漫了一种淡淡的雾气，感觉就是现在的温度大概是12度左右，所以其实也没有说非常的冷。听说台北现在只有9度。瞬间唱歌的时候，就是对面就有很多游乐设施会在转。我希望它不要一直转，我等一下演出的时候它会转吗？就看着就很昏呢。对，我现在都一直看着地上。刚彩排顺利吗？我觉得算是蛮顺利的，但是难得有那种就是在台上唱歌会觉得手不是自己的，好像很久没有这样。等一下，那上面有人吗？有吧，不然为什么会有人尖叫？我想说也太可怕了吧，你没有看到有人啊，可是一直听到尖叫声。有人啊，两个人包场。现在我们来到是今天休息的地方。今日的便当开箱，这算是2020年的晚餐，接下来就是2021年了。可是我们今天会吃宵夜吗？我怕12点现在会吃。对，宵夜也算是2021。我最后一餐通常都是那种鸡腿啊，就是要行刑前的那一餐都。你在讲什么？在经历了差不多2个小时的休息之后呢，我们现在要前往今天的演出场地，然后准备今天晚上的跨年演出。我觉得有更冷呢、欸，有大概有降个一两度吧。对对对，一出来就感觉不一样。鸿运等下会来接，鸿运的行李上次去。山世界的35周年的庆，所有的音乐节一起庆香炉。那当然呢，也有非常非常多的。大师，那我要小心比较好。OK， 好。
超小气，超小气。好好好好，太多太多。去年是在车上过的。3、2、1，新年快乐！新年快乐！好，过年都是许一些新年的期许啊什么的。哦。但是就是反正也不会做到。那所以我们等一下过年就要五个被痛啊，就要大家眼睛要闭起来，像生日许愿那样吗？啊？你不是说许愿？天哪，自由的你，世界的那么差，你在说什么？你刚不是说许愿吗？许愿吗？你刚不是说过年要许愿？那我讲错了吗？那许愿不是要闭着眼睛许吗？没有这么规定吧。那许愿要怎么许？你这样讲也是啦，我可以不要争了这个无聊话。相信全世界各地都可以看到今晚美丽的台湾。这个东西早一开起来就有 feel 的嘞。我现在到画面最后15秒。你有什么新希望吗？我的希望，我的希望，我不能告诉你。这不是生日愿望，这是你对2021年有什么？这世界，比如说我希望世界和平啊，这不是秘密吧？还是我不能告诉你。哦，这不是生日愿望，这不是生日愿望，当然是希望大家可以新希望，随时的可以去想去的地方。啊哈，是大家是不是都很想要出去走走？对，祝福我们的地球可以恢复正常，大家有一个不用口罩的人生。耶、yeah ，我看到烟火了，很开心在这边跟大家度过了这个跨年。我们从2020跨到了2021，然后希望大家都身体健康，世界地球恢复正常。以上就是我们这一期的日志。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影片的话，别忘了帮我们按赞、订阅、加